来了，宝贝儿，今天教大家划了这一张小饼啊。我们首先用白色、天蓝色、湖蓝色啊三个颜色，拿着大刷子来回的给它划了，把底色给它划了，这匀的乎的。划了匀了以后呢，我们拿吹风机给它吹干，一定要把底色吹干啊。然后我们依次用白色啊、肉粉色、淡紫色，还有玫红色，哈哈，四个颜色啊，从上到下，然后拿出我们平时收快递用的气泡袋，就这么给它拍。我的天哪，啊，简简单单，你看到吗？这小樱花让你拍出来了，再加点树枝子啥的，然后画两只相亲相爱的大鹅。我的天哪，啊，这一幅就完成了，随便给它画点小散落的小花瓣，这不就完成了吗，宝贝儿？还不点赞，等葛优呢。